因为我们要回来，
吃，我煮这些。等我一下。等一下，你们帮大家收一收。好好好，没问题。大哥 ，OK 吗？好，Thank you，Thank you。这是你第几次来同志游行？啊，算第二次。对对对。上一次来跟这次来有不一样的感觉。应该没下雨。对，上一次没有下雨，然后上一次就是是用走的，然后那个时候有认识到很多新朋友，很好玩。对。可是你上次是低调来。对，上一次是就刚好公司有这个机会，然后就问我，然后就说很好玩。然后那一天其实我们算赶场，我们先来参加这个 parade， 然后才去晚上的工作。对。印象还蛮深刻的。要说就是你好像也是有受到一些标签，就被贴标签，然后或是一些形象议题的困扰，可以大概讲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就是被贴标签，然后就是有可能之前小时候就是会被贴的比较有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是我很甜美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外国人，然后就中文讲得很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容易被有可能误会啊什么的。对，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你那个时候有用什么方法
方法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要想一下，就是要给彼此时间啊，然后互相体谅。对，有的时候就是人家也不是故意要去就是下批评或什么的，有时候就是要花一点时间认识。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机会见到大家，然后我可以透过我的音乐啊，然后我的作品来跟大家就是有一些 communication， 所以我觉得我算很幸运的。对啊。那男友有一起吗？今天没有耶，他晚上有工作，他很忙，所以我们刚好就是我在忙，然后他也要忙，对对对。他也算是同志情人的样子吧？什么意思？他也算是同志会喜欢的样子。天才，好像会耶。不敢拿出来。哎，不会啦，可以分享，就是，对啊。但很贵，不是，应该是说不是很大方的，就是，对啊，欣赏，对对，中文不好。那如果有同志杀豆腐，你会吃醋吗？好像不能是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 violating， 就是我觉得是友善的，就是觉得就是很帅啊，或者是那种称赞，我都觉得没有关系。好大摸一下这种可以。好像还蛮看他，我要问他，他没有被侵犯到就 OK。是可以过的。你说他的肌肉 OK 啊？那你哦，好像不要太夸张就好。就稍微这样。对，可以欣赏，我觉得可以叫什么就是 what's it called， 就是可以互相讨论健身啊那种，就是很比较健康。对，很健康的，对对对。如果太多就我会有点尴尬。那你也算是同志女生。对啊。因为很多女生呢很喜欢你。哦，真的吗？而且你都就是很勇敢的去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嗯，之前也有提过说你自己觉得其实跟女生在一起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其实每个人都有灵魂，然后我觉得这是主要，就是你为什么会跟一个人有一个 connection， 或是你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内在。所以我会觉得不管身体的长相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其实最重要是内心。什么？就是在影片之前是类似，就是有讲到说女生也 OK。你有收到很多人的反馈？哦，对，其实那个 Amazing Target 的影片还蛮突然的，因为其实之前我有做过一首歌叫《管你的拥抱》，然后其实这首歌的故事就在讲一个就是女生跟女生的故事。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拍 MV， 我跟导演一起想出这个剧情，然后我们就是想要就是表达的就是刚爱是透明的，就不管男生或女生，大家都值得被爱跟去爱。然后那个时候做这个作品，就是还蛮久以前，其实有个8年前，然后就是一直都在那里，然后刚好去参加 Amazing Talker 有讲到，对，然后就觉得哦，你自己那时候也没想到这么，对，我没有想到那个反应会那么大，因为对我来说，我之前其实就有说过，对对对，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也很开心啊，就是我觉得可以，如果可以鼓励更多人，就是站出来做自己，不要害怕就是被就是 judge， 我觉得做自己反而是最开心的事情。嗯，真的有女生跟你告白过吗？哦，会啊，有很多很棒很漂亮的女生呢。对对对，喜欢漂亮型还是比较帅一点？我想一下，我觉得要有自己的个性，我喜欢比较怎么说，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管男生或女生，对对对，当然漂亮的女生大家都很喜欢。对，那你参加同志游行，会不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很帅的男生、很壮的男生啊，就会觉得天啊，他们简直可以，好可惜。哎，因为来这边应该就会知道大家都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刚刚有看到路上穿很辣的，就是很壮，我就觉得哦，我今天还担心就是自己的那个衣服会不会 ，you know， 但是我觉得我输了，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辣，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只是那个叫什么，就是 backup dancer 的概念，就是我是舞者，然后他们是主要的，对啊。今天的那个
就是穿搭的概念，因为同游会不会你有加哪一些元素还是什么？哦，我觉得其实我很喜欢，就是爱心啊，因为就是 love。然后其实这一次为了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有设计就是爱心的 T， 然后是我跟我的造型师一起设计的。然后它上面就是有一个爱心，然后还算有一点个性，因为它是短版的。然后我就很喜欢短版的，所以就是刚好有这个，对啊。然后刚好跟今天的衣服就是一样，也是有爱心，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 big love 的一个主题，呀、yeah. Thank you， 谢谢你们来，谢谢。对啊，今天下雨，比较滑，所以比较小心一点。还好你这个不会透。对。对。还好。在，谢谢。在照片。对，一个照片。好好好。OK， 谢谢你们，你们会走吗？待会。我等一下还有活动。对啊，我是多元。Thank you， 谢谢。Thank you.
可以的吗？谢谢。这是热线。但是呢，还是需要大家给大家。